新竹曾经是台湾原住民平埔族道卡斯族的美丽故乡，而新竹的旧称竹堑也是由道卡斯族语而来，原意是海边的意思。原来道卡斯族一直在新竹的海边活动，后来才由香山一带往东北方扩张，因此新竹可说是北台湾最古老的城市。今天就跟着台湾新动线一同去感受那竹堑风华300年。来到丰城，要感受那竹堑风华，首先当然要拜访一下可说是新竹市的心脏——新竹市政府喽。局长啊，我今天来到这边啊，你们在这边办公对不对？对啊。可是我觉得这个建筑好像不是现代化的建筑。哦，谈起这个建筑呢，啊，它是我们的一个古迹啊，那么新建在。这个1925年啊，然后一到1927年呢啊，正式来启用。那么在啊1998年的时候呢，很荣幸的啊，变成为审定的古迹。那么现在呢啊，因为新的文字法颁布之后呢啊，已经改为国定的古迹啊，所以它呢是非常呢啊有价值的一个啊古迹啊。因为我新竹市这边其实我不熟，那我有没有人可以带我去认识新竹，然后可以去玩一玩的？好，我们市长呢在推动这个啊新竹市的一个观光业啊，我们也有竹堑公主的代言人，我想呢他一定呢可以带你呢啊参观我们新竹市的所有的景点和特色。哇，太好了！好，那我们赶快可以去找竹堑公主。今日的新竹市政府，也就是昔日的新竹州厅，这栋建于1926年稳重而庄严的官厅，在20世纪与新竹县市的发展可说是息息相关。而位于市府旁的市役所，则是在新竹市升格时扮演行政中心的角色。等一下去找竹堑公主，我应该先做点功课吧，要不然等一下不知道去哪里玩啊。刚刚局长有送我一本书，赶快来研究一下。刚刚局长跟我说来新竹可以找竹堑公主带我去玩玩，可是跟竹堑公主约在什么天鹅堡，该不会她住在这天鹅堡吧？怎么没有看到人呢？你是阿超吗？我是啊，你是竹堑公主吗？是，我就是。来认识我们竹堑城吧！哇，那今天就要麻烦你咯。没问题，那我们去吃吃喝喝吧。好好好，走耶！ Yeah. 我说公主啊，我们来到新竹有什么好玩的？新竹啊，那我们第一站就先去认识新竹的传统工艺好了。好啊。新竹的传统工艺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是玻璃哦，玻璃。对，所以我们第一站就先来去新竹玻璃工艺博物馆吧。好，好，走。哇，这个新竹玻璃工艺博物馆感觉不太一样哈、哦，它是日式的建筑，对不对？对，它是个古迹哦。那我们现在从我们的第一特展室哈，琉璃珠许金浪的这个师生展开始好了哈、哦，好。所以老师，你刚刚提到说这边会有不定期会有不一样的展。对，我们3个月，我们楼下是3个月一次展览哈，3个月一换一次的展。那这一次就是琉璃珠的展览。那琉璃珠，很多人会问我说，琉璃珠是
跟玻璃有什么不同？嗯，哈，那其实呢，玻璃、琉璃它是同样的性质，因为它的材质是同样都是细结晶体来做成的，只是它的颜色会有不同的氧化金属在做配合，哈，它才会形成什么颜色就是用什么颜，就是比如呢，蓝色来讲它是氧化钴，哈，它必须加了一个氧化钴来做配料，它才会形成蓝色。那当然你要深浅由配料不同的这个分量来做区分。所以老师，你刚刚提到一个重点，就是氧化金属这个部分差别在这里。对对对对对，哈，有很多都是氧化的化学原料来做形成的。哦、那会还有像现在人家讲的，王霞金、杨惠珊他们的琉璃、嗯，哇，很漂亮，很贵，哈、其实，它也是一样的东西，只是我们台湾人都会觉得说，没有那玻璃不漂亮，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就是玻璃。然后这个呢，我们叫琉璃珠，人家会觉得哇，这个好漂亮，一个3000、5000、10000。那一天有人问我，你觉得说它价不价值这么贵？我说其实艺术品是无价的，你只要你喜欢哈，你都可，甚至他跟你开10000块，你喜欢的，你买了你也不手软。可是如果你今天不喜欢，再好的东西你都不会喜欢的哈，再贵的他都不会喜欢。就算便宜他也不会要。波光幻影就是黄坤龙的玻璃创作展。那他为什么叫做波光幻影？就是说因为他你看到的东西它好像都是一个拼图，它都像一个拼图似的。那在其实这种技法来讲，早期是在欧美比较多。你看哦，教堂的，这样一讲，对，进、去那种欧式啊，教堂里面都是有这种感觉。那它这个呢，基本上，可以说是镶嵌玻璃。那后来他们又再把它美化了，马赛克玻璃。所以说你会看到一格一格的东西去把它做贴粘贴的方式，把它做出图案。所以他们基本上这就是以马赛克为主，跟镶嵌玻璃为主。来做一个他自己个人的创作这样的理念，那当然他可以变化很多东西。由于新竹盛产天然气和细砂，在这得天独厚的条件下，使得新竹的玻璃业蓬勃发展。玻璃的应用从早期的日常生活用品到现在的琉璃艺术品，发展丰富多元。当然来到波公馆，除了欣赏琉璃艺术家美轮美奂的作品外，有兴趣的话，你也可以挑选不同的琉璃制法学习创作。说到琉璃制法，它包含了拉丝、吹制、雕塑、热熔等多种做法。你可以在波公馆的厂房内尽情的享受制作琉璃的乐趣。老师啊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可是我听说吹玻璃会容易得肺病，有这种问题吗？问题哦，其实就是在这边了。为什么现在比较没有人吹？就是这个。哦。啊，这还没有马上吹破，吹破会更薄，马上吹破是会更薄。这就好像我们吹泡泡一样啊。对。这就是这样子。对，因为它很薄。来，你看哦，它就像一张纸一样啊。哇！你现在就可以摸了，它不会烫啦。好像那种保鲜膜那种超薄的哎。所以然后轻轻一捏，它就变粉了。对。所以说会造成这个东西吸进去是有不好的。对，不好的，对。哦。是我们家早期。原来如此。其实我们家早期就在做这一种东西。那我们家的范老师他说他从小就常常被这种刺啊刺到脚啊，所以他不最后他不想做这个啊，所以他爸爸取经到日本取经做Omiyage以后，开始全部都在做这个Omiyage的东西。真的哎，像就像一个气球一样，然后你看里面是这样，对，哎呦，而且但是这个还是玻璃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如果粘在手上啊，如果那会刺到吗？干了？不会刺，这薄片不会刺，变成粉的话，你会吸进去啊，不小心吸进去。
那你久而久之呢，就对我们身体不好了。嗯，只是我们现在这一次还无所谓。嗯，久而久之就会不好。了解，了解，了解。来到博物馆，可不单只是欣赏琉璃制品，学学琉璃创作技法。其实博物馆建筑本身就相当具有特色。早在日据时代，博物馆原本就是用来当作招待日本天皇的行馆。到了光复后，就成了宪兵队的所在地。所以里面还保有当时禁闭室的原貌，只是禁闭室的陈设像是枕头、拖鞋都改成玻璃制品。这也算是博物馆另类的创意呈现吧。阿昭，珍珠很可爱吧？对啊，老师做的超可爱的耶。对啊，那你想不想看真实的猪？哦，这边可以看到真实的猪啊？你说在博物馆吗？不是，是在旁边，博物馆旁边走几步就可以到了新竹最古老的动物园。哦，真的吗？哇，那我们赶快去啊。好啊，那我们就带着这只小猪，然后去寻找真实的猪。哇，而且还可以喂食哦。好好好，走，好，我们走吧。谢谢老师，谢谢，老师，拜拜。位在玻璃工艺博物馆旁的丽池，可说是许多新竹人年少时期的共同回忆。这个小巫婆如同她的名字般美丽动人，而九曲桥蜿蜒在丽池上，与湖畔边的典雅日式建筑物相互衬托，这番景致令人心旷神怡。难怪丽池会成为新竹人的约会圣地。阿昌，这里就是新竹市立动物园哦。哇，它是现今啊台湾最古老的动物园，民国25年的时候就已经盖好了。哇，难怪我看到它这个建筑就很有历史的感觉。是啊，你看那大象、那狮子、那门柱都是25年的时候就已经盖好了。哦，很想了解它历史了吧？嗯，那我们进去找杨哥哥。哦，他是这边的兽医，然后我已经帮你们联络好了。好啊，好，走，我们进去吧，找他。好，阿超还有公主，我现在带你们到鹿儿乐园参观。那在鹿儿乐园，我们可以真的可以摸到洞，摸到鹿哦。哦，哎，不是远距离的，是真正可以亲近到它的。太好了，那我们现在赶快过去。好，走。哇，哎，那只鹿在看我们哎。对啊，就这一只。它迎接我们来。哇，这只不会怕人的。Hello。那个是打耳标，他们做都会做个标志这样。哎，它没有鹿角，所以它是母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这只是母的，对。公的会有角，这母的它不会怕，它不怕人的，对吧？这是从六福村来的，这梅花鹿，对，这梅花鹿。它的毛现在感觉还认识杨哥哥对不对？还在掉。哦，为什么它会掉毛啊？通常一般动物都会。自己会换毛吗？对对，都自己会换毛。对的，都季节性的。哎，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的鹿，哎，有水鹿啊，像那小只是三枪。三枪。对。三枪的话，它是公的才有角就是公的啦，没有角就是母的。那有时候你觉得好像毛好像有点掉，是因为公的哈，哎，会打架。哦。会抢母的，所以会打架，像公的都会打来打去。哎，真的哎，这。感觉跟他们距离好近哦，对，而且就在你旁边，他一直跟着我们。对对对，像这个，对，他完全不会怕人，对，他不怕人。是香岛吧？哇，这边也有一只，这两只比较怕人一点。哎，有哎，可能他们就比较害羞。对，这两只比较怕人。Hello， 杨哥哥。那为什么只有梅花鹿放在外面，其他的鹿并没有？是根据他们的习性吗？对对对，主要是因为梅花鹿跟人吼比较容易亲近，像其他的鹿的话，你比较怕生，像那个欧洲小鹿，还有那个小只的三枪，哦，人一靠近马上就跑掉。哎，啊鹿，啊不养公鹿是因为公鹿那个角的关系，每年都会长一次，啊长脚硬的时候会伤到人，考虑到游客的安全，所以我们鹿梅花鹿只养母的这样。哦。
还很可以让小朋友能够了解到这个路。那这样子说起来，梅花鹿算比较幸福啦，它可以随便走来走去，还可以跟人亲近。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啊，不过可是这边就要呼吁一下，请小朋友哦，在接触这个梅花鹿的时候，尽量不要喂它吃东西。对，有小朋友甚至连皮都没剥掉就直接丢给它吃，这样有可能会造成梅花鹿身体的伤害，甚至造成它的死亡。对，所以尽量不要喂它们吃东西。嗯，可以跟它们多接触，这样就好。好啊，那我们上去看看。嗯，那我们再往上面走。好。哇，杨哥哥，我们现在看到这河马，就是新竹市立动物园里面最大型的动物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哇，我看它现在正在吃草，哎，这现在是它吃饭的时间吗？对，它一天吃两次，一次早次，早上一次下午这样。哦，一天要吃两次。对。它吃饭时间就会自己跑上来吗？对，没错，只要一放草，它马上就上来吃了。哇。然后我看到这边啊，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树，然后感觉很像是个公园哦。对对对，所以它这边的感觉就有点像是动物园结合动物公园。公园。对对对对。哦，动物公园。对对。啊，同时我们园长也希望把我们动物营造成动，让动物跟动物更接近啊。哦。让小朋友可以更接近动物，了解动物的习性这样。哦。这个就是说，好像卡通里面有这种鸟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送子鸟，对对对，就是卡通里面所说的，会送小朋友给妈妈的，就所以它叫送子鸟，嘴巴非常大。哎，我注意到这个是历史鸟笼，哎，对呀、啊，这鸟从民国二十五年就有了，然后到了现在，现在已经民国九十六年，所以这已经有七十一年的历史了。不过之前之后我们一样有整，大概有简单的整修一下啦，不然不可能维持到现在。嗯，那我们现在这个鸟笼里面啊，总共养了四种鸟，一种是最大型，大家看得到，就叫送子鸟，就是人家说的鹈鹕。哦，然后再还有另外一种，身体是白色，然后头跟尾巴是黑色，叫埃及圣环，非常珍贵一种鸟。然后还有一种是比较身材非常姿态非常优雅的那个叫做苍鹭。哦、嗯，这个苍鹭其实我们在湖边都常常都看得到，然后它是因为受伤来到我们动物园，然后把它收容起来，然后它恢复的也非常好，所以我们放在这边饲养。然后另外一种是夜鹭，它属于夜行性的，就最小只的这个，自己站在那边的夜鹭，对。哇，杨大哥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尼罗鳄，是非洲的最大的爬虫类，对不对？对，哇、哦，有时候长到一千公斤哦。吼、哦，那这样的体型是几公斤啊？这样应该会再大，可能还可以再大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应该不到一千公斤。哎、欸，我看它一动都不动，三四百公斤，一动不动，好像是像假的一样。它平常都是这样子、哦。对，平常都这样。哦，在大概天气好的时候，它。大部分都上来晒太阳，然后晒一晒会大概动一下，可是大概也是三十分钟哦，可能动一下而已。可能一个小时才会变一个姿势这样。那它的代谢很慢哦。哦，非常慢哦。它如果体重跟我们人一样的话，它食量大概我们人的十分之一而已。哦。对，甚至它有时候吃了一只羚羊啊，有时候吃羚羊呢、啊，可能一年都不吃东西就没关系。哎，它这样在我们动物园夏天的话，大概是一个礼拜吃一次啦。冬天哦，就一个月吃一次。哎、欸，好像听起来好像感觉还蛮好照顾的、哦。对对对，不用，食物都是一固定，不用太多。